来，老规矩，通过一个单词咱们记住，一分钟记住八个单词啊，记不住算我的，行不行？来我家敲门找我，行不行？好，来看啊，同学们看 ，car 是小汽车，先给加 s 变成了 scar 啊，叫伤疤，还是个名词啊，咱们身上都有这个东西。然后是 card 叫卡片，是不是？然后加个 pit 变 carpet 就是地毯啊，就是地毯。然后呢，加个 t cart 就是咱们去购物的时候推那个小推车，就叫 cart。然后 cargo 就是货物，在海上集装箱运那些货物啊。然后 care 加个 e 叫照顾照料，也可以作为动词出现。以及 career 叫事业和工作生涯。同学们记住，请打68。